小黑渊，你手艺不错呀。是吧？那就好。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可以。裴秀，你这小偷哪找的？能不能借我？那十几天。想得美。扛一下，扛一下。这菜里怎么有酒味儿？哦，这个呀是醉鸡。哎，这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来，喝点水。哎，苏兄，你没事儿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没事，咱们再喝一个。来，就一点儿。哎，好的，我也给我自己买上。我表诚意，我先干为敬。哎，哎呀，苏兄，你还是有酒量的嘛！来，我给你倒上一杯，喝点酒嘛。我也给我买上。来，苏兄，苏兄，苏兄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苏大人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喝多。哎，苏兄。谢兄呢？哦，我先让他们上去休息了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好。来，飞远，搭把手。好嘞。怎么了，苏兄？这凳子把我粘住了。啊？这个凳子把我粘住了。你为什么粘住我？好了，苏兄，你喝醉了，送你回去好吗？裴兄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有没有跟齐王喝过酒？算是有吧。太羡慕你了，苏大人。其实想见齐王一面也没有那么难。啊！真的，飞远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啊，飞远还小，谢谢。你还是折腾我吧。